现在 PPT 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回事？请，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换什么的一堆一堆换，是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都会有。推广阅读的习惯，还有要拿书去环保。我们一开始会做这个东西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拿书来环保，所以我们就想，哎，不然我们就try一些这些类似的活动。It's an easy way to get new books every time.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who have shared interests. Funny here is sometimes you can even find some rare books. Right. 都是故事书吧，很多都是 novels, fiction 的 non-fiction 都会有。那些 religion 的和 travel, 还有那些 爱书的人他们看完了他不会收着，然后就拿出来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里就找到好书，很多人讲哦，我在这里找了这本书，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哇，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爱看书的那个精神。因为我记得呢，以前的话我们看书，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啊，闻到它那个味道特别的香，那个书的味道，每一面的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书了之后，就是我还会把我的书再压回去，所以呢压成它怎么讲它原本的那个形状，因为我特别的爱看书。如果呢你们想去做 books exchange 的话，你就可以到 TM Point， 它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从8:45早上到10:45早上，那在变成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哦。哎呦，真是不错，因为很多时候啊，如果你买了太多书，在我家是吗？我买了太多书，我是喜欢看书的，尤其是如果可以去流浪的时候或者去度假的时候是吗？我是会带着一本书，然后再慢慢的看，慢慢的欣赏，慢慢的去怎么讲？从那本书呢去看世界。所以呢，如果你像我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但是你又不想家里放太多书的话，哎，就可以去到我们这个 Books Exchange。跟人家交换，来记得哦，不要去随随便便去看到像那种怎么讲呢？就好像他们刚才讲的啊，所以有期间的那些旧杂志，你觉得好像不要卖一点那个书了，打包了，我们才带过去的话啊，这样子不好，这样子不好。带你所喜爱的书带过去，跟他们交换一下。那我觉得。